Dusk Diver 有闪丁。所以，哼，哎呀，怎么样啊？存在人类概念里的神明所居住之所，称作昆仑界，其以人们想象中的妖魔其诞生之地视为恶火界。神明和妖魔所处的空间，对于凡人来说是遥远却又熟悉的世界。西门町，一个古老与现代、历史与流行交错碰撞之处，热闹又喧嚣。但也正因如此，此地满溢着无尽的活力，同时吸引了神与魔聚集过来。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维度的能量汇聚于此，意外产生了一个不稳定的空间间隙。这个充满变化的次元随时可能转变成一条能从恶祸界与人间界通往昆仑界的通道。观测到此情形的昆仑界感受到威胁，于是开始积极干涉。每当到了酉时，传说中的逢迎之刻，世间的能量流便会趋于浑浊。打开这条通往昆仑界的次元，使得妖魔与人类误入其中。忍着点呢。因此，昆仑界将这个次元命名为酉闪丁。在这片无意识的吸引万物之地，出现了一名少女。有朝一日，这名少女将会击碎次元的隔阂，编织出许多的冒险奇谈。现在，最初的故事即将开幕。啊，雨下都要。喂，我不是啊。原来在那边。哇，跟在台啊，好了。哎，店不是在这里吗？奇怪嘞，你怎么擅自搬家了？好像是这边，又好像不是这边呢。好像是雨。不对，绕错地方了，要走这里才对。啊，我知道了啦，是这边吧？应该吧。
雨夏还在等我呢。哎，没路了。这里走不过去的话，我就不会走了。刚刚还没有这个的吧？哦，怎么这样子啊？哎，为什么突然人变这么少？怪了，这里是绿的。有闪钉，不是西门钉吗？雨夏，你怎么了？这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什么？居然有人类在这里？好，这个小妹妹姑姐看起来没事，这个马尾的就危险了。小姐，醒醒！什么？流氓？不好意思啊，我就长这德性。小姐，稍微忍耐一下，我马上帮你治疗。治疗？这是什么？好温暖，好像有股力量充满全身，越来越强了。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好险行得通！我也没有电闸，电闸没有带智慧大电。还真的恢复成人，大叔，我抱歉，小姐啊，哦，现在大叔名字啊，其实好，我记得这里是游山仙的啊，不过留九个来给我。店长，没杨房。话说，来这个不然，你来。那个小雨夏，对不起。啊，继续快点。是，你到。不过。这么要
可以。记得就是这样半推半就下借了店长的项链，他也答应我要在这个暑假内找出让我跟李欧叔恢复的方法。没想到这条项链这么贵啊，但还好店长答应我可以用打工的方式来抵债。打工内容似乎就是要打倒那些害雨下受伤的小妖怪，以及帮忙便利商店的工作。真没想到人生第一次打工就碰上这么棘手的事情啊。真的没问题，不要太没问题。你血糖低会昏倒，要多注意才好，觉得身体不舒服就打电话。总之不用的。快点。新的不好意思，我还在。接班的孩子来了，你去休息吧。好了，便利商店年流要，毕竟特就是哦，没好。店长是说特意点的，不用。到了，入口就是这个一般大叔。等一下，一日片上。那是不过一，所以差不多脏是、啊、而且这会了我的关于好的
还应付得很好。店长，忍着点呢、啊、雨墨，你看那是虽然我哎呀倒下吧，忍着点呢、啊，这样吗？哼，哎呀！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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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怎么又增加了？呀！倒下吧！哼！走开！呀！哎呀！哎呀！哼！呀！呀！哼！下一波敌人要来了。要注意安全。